我们来看一下平均力量的球法。那我们用下面这个例子来举例哈，在棒球对抗赛当中，投手将球用四十米每秒的速度丢进去，然后被打者用六十米每秒的速度反向击出。假设这个棒球质量是零点一五公斤，那球跟球棒接触时间零点零二秒。问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打者的平均出力是多少牛顿？哈，示意图长这样，本来球的速度四十米每秒。 后来变成六十米每秒被打出去，那为什么要找平均出力哈？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说球棒在给球施力的时候，这个力量并不会是一个定值啊，它会是一个呃，它是会是一个对时间的函数了。那我们今天希望说什么？希望看能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定值，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定值来去等效一个它所产生的效果？什么意思哈？ 原本我是变力作用嘛，哈，那本来在做变力作用的时候，我这个变力作用，呃，有力量作用时间嘛，作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这个力量乘时间这块曲线下面积代表什么？力量所给的冲量嘛，对吧？好，那冲量，冲量是不是物体的运动状态的改变？那我物体原本是动量向左，后来变成动量向右，所以这个冲量。 施与球的冲量是不是就等于这个球在力量的作用前后我的动量变化量？OK，好，这是原本我们应该这样子看呢、啊。力量作用一段时间，我就要给它曲线下面积，就是我对它产生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刚才跟跟你讲说，我想要找平均力，是想要这样看哈、啊，我可不可以用一个平均的力量来去让它一样？我做零点零二秒的时间，可不可以来去让这颗球？ 对它一样产生相同的效果，那相同的效果是什么？就是说我原本是四十米每秒进去，我也希望它变成六十米每秒出来，我的动量产生的变化，就是我这颗球要受到一样的冲量吗？可以吗？好，所以我想用平均力来去描述棒球呃球棒对球的作用的话，你应该就要对它产生相同的效果，也就是平均力。 的这块曲线下面积，我算出来的结果，它的大小应该要一样，好、哦，动量变化量应该要一样嘛，哈、哦。那当然，如果说定力作用的时候，冲量，我们是不是说定力作用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施力乘上作用的时间，好、哦，那这边我们叫做平均力嘛。那我们就从这个方向去出发，哈、哦，来去算它的平均力，好吧？所以计算上的话，就这样看，呃，今天我这一颗棒球。 在力量作用的前后过程，我们把这个调下面一点哈。我这颗棒球在力量作用的过程当中会受到一个冲量，这个冲量呢会等于这个球棒给它的平均力乘上作用的时间，那当然也会等于这颗棒球在力量作用前后的动量变化量。那直直接带进来就好了。平均力量是我要求的，乘上作用时间是零点。 零二秒会等于这颗球的动量变化量。动量变化量叫什么？变化量叫做末动量减掉初动量，可以吗？那动量的公式当然叫质量乘速度嘛，直接乘进来哈、哦。棒球质量是零点一五公斤，乘上来末速度向右，我们取向右为正，向左为负，好不好？ 好，向右为正，向左为负的话，我的末动量应该是质量乘上速度六十，再减掉初动量是质量一样是零点一五乘上什么速度？速度是四十向左，所以记得要带负号，好吧？那你这边力量乘时间等于它的动量变化量，你就可以算出这个平均力的大小会是七百五十牛顿。 好，我们这个算法是利用平均力所做的冲量跟这个原本的变力做的冲量相同而得到的结果。那我们在上一个讲解方式的话，我们也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去解过了哈。那两种方式都是可以去处理的。